家好，我是猴子老公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花博新生公园内的台北玫瑰园。 Windy 说今天最高温可达28度，猴子老公当然得把握这样的好天气，带大家来欣赏2024台北玫瑰展。台北玫瑰园位于花博新生公园内的西侧，北侧有林安泰古厝，东侧有典藏植物园，这两个好所在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集为大家介绍。这里先透露一点下集的精彩片段。台北玫瑰园由一个中轴线串联5个区域而构成。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5个区域内风情万种的玫瑰吧。复活岛的魔爱来站台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这是位于最里面的秘密花园区，来都来了，千万别漏掉哦。2024台北玫瑰展展期自3月1日至3月31日止，培育超过800个品种，5000株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玫瑰，一年四季都能欣赏不同品种的玫瑰。首先我们来到五彩玫瑰园区，
海区末端的小花园。It is all in our hands, it is all in our hands.
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